想念。好，我们现在进入正题。今天我们来上一节因盘遁甲的相意指导课。那么这节课我们主要来解决两个问题。在断局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不知道相意是怎么出来的啊，比如说知道物是钱，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物是钱，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虽然老师已经给大家把相意都打出来了，然后总结得非常清晰，但是很多同学仍然是记不住。有些同学背下来了，但是在断局的过程当中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运用。现在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困扰大家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呢？看来果然如此。好，那么这节课我们就集中来解决掉这两个问题。好，那么首先让我们来说一说何为相意。大家理解什么叫相意呢？请你把你的理解打在屏幕上，好吗？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叫相意？有同学说是符号，还有吗？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理解？是字的代表，是象形，是字的意思。像什么？好，沃凡说它是本意和引申意啊，有具体的形象啊，象和意分为两个方面。很好，大家说的都不错。很多同学都说这个象意其实是字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一看，那么什么是象意？象意就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含义的造字法。大家说的都没有错。那么这个象意从它的根意本意上来讲，它就是一种造字法。在汉书艺文志当中就说到了，六书为象形、象势、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好，有的同学呢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六种造字法，那么其他的几种我们不必管它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颜师古曾经注道说，象意即会意也，就像同学们说的是它的意思，是它的本意或者是引申意，为类比合意，一见指挥。后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比类合意就是说我通过一个字我想到了另一个字，把另外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新的意思。这个仪它是意的一体字，成为一个新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指更多的我们无法描述出来的事物。那么后边以见指挥，这个字读挥，指挥是什么意思指挥就是解释所以我们古代造字它的字是有限的，当我们在发现了一个新的事物，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它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把两个字加在一起，把它的意思重合，那么它就诞生了一个新的意思。好，这就是象意的根意。好，下边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大脑，我们来做一个想象力的小游戏。好，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它像一个什么？好，请大家打出来你看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红领巾，红色小蝌蚪，像一个钥匙，像个钉，像逗号，说什么的都有。好，我们看一看你看上面这个圆是不是我们的头下面是一条尾巴，有同学像个小蝌蚪是吧？我们在母体当中的时候刚刚发育出来，是不是先头先发育四肢都还没有长出来，就是这个这样一个样子，是不是？有一个小尾巴。好，慢慢慢慢我们就长出了四肢，是不是？好，我们就看这个。你看见它，你能想象到什么字它像什么字？你看它像不像我们学的陈四五味的四字？是不是很像？好，
哎，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四字最本初的样子，哎，象形字四字。好，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啊，四，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四啊，就是我们人体刚刚有形的样子啊，也就是有了阳气的时候，刚刚成型是四。好，四是什么时间？大家还记得吗？四是什么时间？哎，9点到11点。好，这个时候阳气是不是慢慢慢慢的哎在上升啊？阳气慢慢慢慢在上升啊，从子时开始啊，开始有阳气，到了9点到11点的时候，阳气慢慢慢慢在上升。好，那我们作为人的雏形就出现了。哎，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出生啊，就是一个小孩子。好，那么如果我在旁边再加一个女，这是什么字？这是飞，哎，我们把这个去掉是吧？哎，有一点点不同，这是飞。那么飞子的飞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能生小孩子的女人就叫做飞啊？好，在原来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飞啊该怎么表示它啊，但是我们知道了小孩子，知道了可以生小孩子的女人，我们把它加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妃子的含义啊？好，我们再看一个字，哎，写错了，这是什么？祭祀的祀。好，为什么祭祀的祀是这样呢？你看它的左边是不是一个祭台，下边是一个桌子，对吗？在桌子上摆上一点东西，表示向老天的敬意，是吧？那我们祭祀的时候要把什么摆上呢？把什么摆上？孩子，对，祭品。在最原始的祭祀的时候啊，祭品往往就是这些小孩子。我们学过这个叫什么，那个河伯，哎，西游记，是不是西游记当中有一集就是这样的，对吧？还有西门豹，大家有印象吗？小的时候学过这个课本吗？西门豹是不是在祭河神的时候啊就祭祀小孩子呀？好，童男童女。好，你看是不是随着人类对于这个世界认识的不断扩张，所以他们就要用更多的文字去描述它，所以不断的啊叠加，两个叠在一起，它就有了新的含义啊。好，我们再把它稍微变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认识啊。随着它的慢慢慢慢长大，哎，它长出了哎，四肢，长出了手，那你觉得这个字是什么呢？呆吗？呆下面还有两只手哈，一会儿我们会讲的呆。好，这是子，是不是很像子啊？好，一会儿我们讲呆啊，这个子。好，子是不是这个小孩子发育慢慢慢慢长出了脚手啊？哎，长出了手。好，那你再看一个字啊，我给你画一下，看你能不能猜出这是什么。好，你觉得这是什么字？很好，这是孔，嗯，这是孔字。好，孔字原来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这是一个小孩子，对吧？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凸起，这边还有一个大的凸起，是不是？好，他在干嘛？这个小孩子能够猜到吗？他在干嘛？对，他在喝奶。
很好。那么孔最原始是什么意思呢？哎，一个说是小孩子的口，是不是孔？另外还有的说是乳头上的小孔。啊，好，我如果在上面再加一点东西，这是一个手啊，你能看到吗？这是一个手，那就变成什么字了呢？好，发挥你们的想象力，这就变成什么字？钱吗？看起来像钱，对，它是乳。新油价来了。它是乳啊，乳的上边就是一个手。那么它乳的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乳就是用手扶正小孩子的头，把它摁到这里吃奶，是不是哺乳？好，大家明白了吧？好，刚才有同学说啊，这个字是呆，哎，呆是什么？你看，呆就是一个小孩子吧，这边有一只手托着他，这边有一只手托着他，是把他举起来的样子，是不是？所以这是呆，难吗？能不能跟上这个思路？哎，这对你后面理解象力，对，发挥想象力非常重要。好，你看，这是一个子孩子，对吧？一个头、手、躯干，左边一个手，右边一个手，把它举起来，是不是？保护它。好，那么这个呆是什么意思呢？呆呀，就是需要别人保护的小孩子，是不是？哎，呆呆是不是特别需要别人的呵护啊？哎，扶住，哎，需要别人扶住，哎，扶住不动的小孩子就是呆，是吧？好，我们继续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好，这不是子吗？是两个手，对吗？好，我现在把它变一下，变成这样，是不是没有右手啊？这个字认识吗？孑，很好，孑然一身。哎，孑然一身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孤孤单单？你想，一个小孩子他少了一只右手，是吧？大家都不愿意和他玩，所以他只能自己玩啊，孤孤单单，穷穷竭力，残废了，是不是？好，有同学说了，我们这节是象意课啊，老师你为什么讲这么多跟汉字相关的知识？好，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象意就是这么来的。一会儿我们再看象意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啊，很多象意的组合通过你的想象力啊，是根本不用去记的。为什么不用去记呢？因为象意你是记不完的。我们在宇宙当中啊，万事万物都可以用天干地支来囊括进去啊，太极啊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吧？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你说你要记多少？所以我们只有通过了解了它是怎么来的，知道了它运作的原理，那么我们看到东西之后，可以自觉的和我们的天干地支八门八神等等联系在一起。哎，这样的话，当你看到一个客观事物的时候，你自然就能够把它转化为天干地支。当你看到意象组合的时候，那么你自然能够和外物连接起来，这就叫做万物类象啊，背道德经这个小意思嘛，咱现在上课的很多学员都已经背过了，是不是？好，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学过的十天干象意。好，这张表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曾经看过很多遍，尤其是在断局的时候，是吧？
每每断局的时候，身边啊都背着笔记本，啊，抄好的笔记本，啊，断到哪个宫位，赶紧翻一翻，啊，直符代表什么？好，是不是大家现在的状态？好，为什么大家啊要去翻呢？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甲它本身的含义并不是特别清楚。好，现在你想一想啊，这个甲，我们提到甲的时候，你先不要想啊它代表什么事物，你先想它都有什么特征，甲都有什么特征，想一想。嗯，外壳，头大，还有什么？高的，很好，直，还有吗？其他同学？嗯，生长，坚硬，贵的，独立，大腹翩翩，横着走路，方正，很好。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说了这个甲很多的特征啊，我们看这些特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同学想过，为什么甲就是外壳，为什么甲就是头大，就是高的，就是坚硬的，贵的，有名的呢？哎，为什么它有这些含义？哎，你猜。好，我们看一看。第一，因为甲在十天干当中是不是排第一，所以我们有桂林山水甲天下。好，我们知道了甲有第一的意思。那么为什么甲有头大的意思呢？你看这个甲写出来之后，上面是不是像一个大头啊？刚才跟我们这个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头很大，身子很小，对不对？所以甲又有头的意思啊，当然头也可以是从第一转换过来的。既然甲有头的意思，那么这个头是不是首领啊？是不是地位很高啊？这个头在我们人体当中是不是地位是最高的？你说我没有手没有脚可以，没有头可以吗？好，那么甲，我们看到这个头是不是还有脸的意思啊？你看这个脸也很大是吧，还有脸的意思吧。哎，而且上面这个田四四方方的，是不是都是它的形啊？所以我们的甲根据它的脸大，还有脸方，是不是四四方方，国字面方，是不是还有好面子，是不是还要有面子，喜欢面子，喜欢名牌，是不是？哎，因为好面子吗？脸大吗？他要把最好的东西放在外面，是不是就引申出有名？好，那么好，能不能听懂？能听懂打一啊？你觉得跟着有点费劲打二，我看一看。好，都可以听懂啊。好，你看看我们甲，哎，从形上，从音上，刚才有同学说啊，这个甲有壳的意思，那壳怎么来的呢？是不是甲壳啊？或者叫甲壳，是不是？哎，从形上，从音上，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发散这个甲。那么我问问大家，哎，这个我不太明白，是吧？为什么甲是酸胀呢？有没有同学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甲是酸胀？嗯，很好，团长说了，因为木的属性是酸胀，甲的五行属木，是不是？所以那这是从甲的什么上演发出来的呢？这是甲的什么味道？那五行木的味道是，嗯，味道，
味道是酸，是吧？哎，我只是五行是从甲的什么方面？哎，如果因形意，是不是？那么这又涉及到五行，就涉及到木，是吧？哎，有同学说非常好，是属性。属性，你看这个属性是不是甲的含义呀？好，这个属性，五行属性是不是甲的含义？好，所以我们所有的天干也好，地支也好，八门也好，八神也好，是不是？哎，包括九宫，我们所有的象意都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虑。第一个是阴，我们首先看看它谐音是什么，通过谐音它都能组成什么样的词。你比如说甲，哎，有甲壳，是吧？那么咱现在啊，用这个输入法打一下，就打甲，你看你还能看到什么？哎，就打甲，你看你还能看到什么？是不是甲的？嗯，还有家，是不是？嗯，还有架。好，我们一个一个看，为什么这个甲可不可以有这个真假的假的含义？可不可以有真假的假的含义？可以，因为这个甲是好面子的，对不对？好面子的往往外强中干，外边很光鲜，可是里边呢却虚有其表，是吧？叫金虚其外，败虚其中。但如果他这个宫位有四害不好的话，你看看这个甲可不可以是家的含义呢？家，为什么甲还可以是家？有同学说，我们学过这个房子不是物吗？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家又看甲了呢？有同学说有点像窗户，可以，像建筑物，是不是高大的建筑物？是父亲，哎，家具用木做的，非常好，可以用谐音。如果这个甲是家的话，你想这个家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家呢？是我们这个老百姓住的普通的家吗？政府、国家，是吧？行政机关，哎，有田的，有地的，高级的，对不对？领导的家，哎，豪宅非常好，是不是有名的？哎，高级的，这样的家，有可能会有甲的含义啊。那我们普普通通的房子，是不是就是物啊？哎，一般人用不起的，是吧？好，我们再看这个甲还有价的意思，甲可以当价讲吗？价格的价，你可以用价想到什么呢？嗯，贵的，高档的。哎，最起初的时候，龟壳可以当货币，哎，名贵的，很好。好，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我们可以啊？借助谐音可以想到很多呀，我们现在头脑当中的就不仅仅是甲是壳，是不是还能够想到很多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对我们断局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灵感有帮助啊？什么叫灵感？灵感是当你在特定时期内触发的某种你自己不知道怎么产生的那种感觉，是吧？如有神助。但是其实这些灵感都是通过你的合理的思维安排可以获得的。好，大家可以跟上吗？我现在讲慢一点啊。好，我们现在哎甲剖析完了，哎，这个阴剖析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它的形，因为它的形状是头很大，对不对？哎，头很大，所以我们有方，有大，有高，
有首领、有地位高这样的地位啊，这样的含义是不是？这都是根据它的形来的。那如果我们再往下分啊，这再往下分，如果这个形作用在人的身体上，啊，你看这是不是一棵树？这是不是甲？刚才阴我们说完了啊，这是阴。如果你身边啊有一张纸的话，有笔的话，你也可以跟着我一起画啊。手高，哎，纸可以。如果在身体上，哎，这个形在身体上可以表现出什么？发散一下你们的想象，啊，笔直的很好，魁梧的，壮实的，头大的很好。这个甲是不是像一个很大的头？好，有头，我们再继续往下联想，还能联想到什么？大头儿子二十年后，有头，我们还可以想到什么？头发，哎，头发在头上是吧？如果这个甲再加上乙，乙是不是弯曲的、柔顺的？那就更是头发了，对不对？好，由头你还可以想到什么？嗯，帽子，哎，哎，甲本身是不是就有壳的意思，就有覆盖的意思？头上戴着帽子啊，如果有两个甲的话，是不是可以想到帽子？一个甲也可以，对吧？哎，可以想到脸，可以想到手脑，很好。因为由头我们联想到手脑，如果是人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领导人、国家元首。那么如果在国家的角度，我们可以想到领导人、国家的元首。如果在公司呢，那它是什么？是领导，是老板，是总经理，是 CEO， 对不对？好，那如果在一个国家呢，哎，在一个国家来讲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地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啊，首都啊，如果是人的话，是主席，是总理。好，你看啊，当然在各个领域啊，他那个为首的最重要的是不是都是甲？好，能不能听懂？好，你说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想下去，这个象意还需要我们刻意的去记吗？好，我们再继续发散。如果在身体当中，这个甲是头，头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么身体当中除了头之外还有什么也非常重要呢？对，很好，心脏。好，那么甲可不可以代表心脏呢？哎，也可以，因为它是重要的，对吧？因为它是重要的。那么甲还可以代表什么呀？如果在人身体当中还可以代表什么？哎，非常好，我一直在等这个问题。哎，雨说心脏不是属火吗？没有，没有错，从五行当中心脏确实是属火。那我们是从什么的角度去看的？是从五行的属性的角度。甲是肝脏，心脏属火，是不是？是丙，对不对？哎，是那个热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从重要的角度，那么甲是不是也可以有心脏的含义呢？
好，甲可以是心脏，甲也可以是肝脏，是不是？好，大家能理解吗？尤其是新同学在这里可不可以理解？所有的象意啊，都不是绝对的，根据它外在情况的不同啊，根据你当时断局的环境不同，对，是这样的啊，它可以显不同的形状。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甲有高甲衣，是不是啊？因为从形状上来讲，这个头很高。建筑物是不是甲？这个房子上的烟囱是不是甲？在象意当中，你们是不是可以找到房子上的烟囱是不是甲？好，这个大家都认同是吧？如果此时此刻啊，这个甲正在生火做饭啊，家里这个人在生火做饭，烟囱上冒烟。我问你，这个烟囱还是什么？然后有同学说不是，啊，是人鬼，是甲加乙。那有同学说是，好，非常好。你看，现在原来这个烟囱是甲，因为它是高大的，它在房上。又符合建筑物的特征啊，高的地方，但是它现在啊有了烟。刚才万工厂说的非常好，烟是流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鬼。那么在这里，这个烟囱此时此刻是人呢还是鬼呢？我们怎么去确定呢？是人还是鬼？对，看烟的颜色。如果是流动的单纯的烟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人，可以说是鬼。但是如果冒出来的是黑色的烟呢，它更倾向于什么？很好，是鬼。所以同样我们是看这一个事物是不是在它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时刻，它所体现出来的象意是不一样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断局如何断的灵活，是要根据事物本身来决定啊，它印象的特征，而不是说看到烟囱就一定是甲。好，这个能不能理解？能理解请打一。好，我现在啊思路给大家明晰了一下。那么下边的时间啊，教给大家动一动手，跟着我的思路，我们把十天干象意当中的甲重新给它归下类。通过什么角度去归类？通过音形意去归下类。好，如果你手边啊有纸的话，可以写在纸上，也可以直接打在屏幕上。我们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打完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只有你自己动手做，你的印象才会更加深刻。好，把它重新归一下类，我现在把这个都撤销掉啊。好，现在开始啊，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回来一起分享。
啊，大家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大家写分类啊，不是要把所有的内容都分类罗列起来。比如说啊，比如说穿山甲、玳瑁、龙虾、乌龟，这些东西都是带壳的，是吧？可以分为带壳的啊，还有可以分为什么样的啊，直的，有几个分类大家写出来啊，不是把所有的内容都写出来。对，是的，是这样。但是你要根据啊现在的象意为它组织分类，尽量把所有的象意都囊括和包含进去啊，自己看一看，动一动脑筋。硬的，大家都写出来，每一个同学都写啊，不要一个一个的发，因为你写的过程就是你在组织和整理的过程啊。刚才我已经说了一部分了啊，看看大家现在能不能根据回忆以及上面的象意啊，为它合理的去重新归纳。全程已经打出来了啊，我们看一看，从形的角度啊，它是带壳的、坚硬的、高大的啊，从意的角度，它是重要的、第一的、面子、名望，从身体的部分，身体的部分，那么从阴的角度有加甲、架子等，很好，不错啊。但是有一点我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意当中会有身体的部分呢？身体的部分是单独出来的吗？好，我们看看迷路的。甲有名望，外壳大、直、高档，和头有关的饰品，身份高贵的人物，高贵的物品，有名的场所，高消费场所。好，写的也不错，但是注意归一下类啊，从音形意三个方面如何来把这些这个类别囊括进去，而且里边有很多的类别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起的，比如说啊，高贵的物品啊，身份高贵的人物，它是不是都是高贵的含义啊？高贵当中又可以分为人物、动物、静物，是不是？好，三宝说啊，带壳的动物，首脑人物，重要场所，名贵外衣，高档场所，形状，身体的位置啊，高档的物品。好，三宝还可以再整理一下，是吧？同样都是高档，高档当中可以分为场所、静物、动物，对吧？物静物当中是不是还可以分为食品啊？
对不对啊？食品用品可不可以，对吧？比如化妆品是不是也属于高档？好，如果我们高档出来了之后啊，我们后边的内容就可以想到很多。好，我们看看柚子的。柚子说了啊，甲有甲的含义，有甲，甲的，有壳，有甲，形有脸大，有直的啊，方正的啊，还有脸方啊，国字脸，帽子，帽子其实是不是也是壳的含义啊？哎，帽子可以放在壳当中。高大的建筑物，这个高大的建筑物其实是高的特点。我们有了高的特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引申出很多的内容，比如说高大的建筑物，对不对？高大的草木可不可以啊？大的树是不是也是甲呀？高大的树，好，烟囱，高的，对不对？义它是第一啊，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第一有首脑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引申为领导人省会。威严是不是领导会有很有威严呀？这个威严是不是从领导人领导那里发散出来的？好，其他同学，啊，你打出来就有力量啊。好，还有没有同学在打？我可以根据答案去帮你梳理一下你的思维，看看有哪些可以放在一起，我们一种思路当中还可以发展出哪些内容。树形分类啊，我们现在学的内容比树形分类还要高级一些，还要高级一些。好，排序头。好，好，根据我们刚才大家的描述，是不是甲有如下特征啊？低的壳，贵头高。好，我们看第一，第一是不是从义的角度，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壳，如果是甲壳的话，那是不是从谐音的角度？从谐音，然后在组词的角度，你也可以说这壳是从形的角度，看你不同的理解，对不对？因为甲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帽子，所以是不是从壳的角度，也可以说它，从形的角度去理解啊？看你不同的理解方式，决定你一会儿把它放在哪里。这个名是从哪一个角度？好，玄琛，一会儿我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好，名从哪个角度？音、形还是义？从义的角度，是不是？因为它是第一的吗？它是首脑吗？义的角度。贵呢？对，合并同类项，非常好。贵呢？是从哪一个角度？音、形、义。也是从一，因为它是重要的啊，重要的我们就要用更多的钱去买，因为它对我来讲很重要。好，这个头是从什么的角度？行，很好，因为甲头大，对不对？高呢？高也是行，是吧？因为它站得很高。木呢？木是它的五行属性，是吧？这是义。方呢？方是形。好，好，我们现在把它进行了合并同类项，对不对？好，那现在呀，我们就拿出一张纸来啊，如果你身边有纸的话，你拿出一张纸来。好，我们一起来把它画一下。好，首先啊，你跟着我一起来画啊。
这有一个分支啊，我们把它标上是阴。行，哎，本来是要分享屏幕的啊，但是有一些遇到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没能成功，所以我只能在这里啊带着大家一起画。好，你画完了吗？哎，首先你自己手绘一个竖，那么代表甲，然后分出三支，分别是阴、行、意。好，画完请打一，我们一起来啊，同步来进行。好，第二步，根据我们刚才做的合并同类项，把它哎填充到里边。好，明白吗？我这么画明白吗？比如说阴啊，甲壳，啊，我这个鼠标啊写的非常费劲，对吧？啊，然后哎，比如说还有这个价格，哎，价，还有加。虚假价格加，对吧？好，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还有一个这个加，这个加也可以理解啊。这加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好的东西啊？好的东西是不是哎呀，是不是贵的？是吧？昂贵的。凡是你能通过甲的谐音，想到的都可以。比如说这个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甲可不可以是甲？好，为什么？想一想，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是甲呢？哎，木甲。为什么要搭架子？告诉我。为什么要搭架子？是不是要去高的地方要搭架子？谁爱摆架子？谁爱摆架子？名人爱摆架子是吧？领导爱摆架子是不是？好，有没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伪君子，哎，关注于表面的是吧？外强中干的，是不是爱摆架子？虚有其表的，是不是爱摆架子？好，所以只要你有甲能够想到的内容啊，其实都是可以和甲相关的。但是具体断局的时候，看当时局面的情况你来决定啊。所以我们要灵活。好，大家能明白吗？能明白这个思路吗？好，能明白这个思路，迅速的啊把这个导图画一画，哎，画一个最基本的导图啊，就是把这些内容全都囊括在这个导图当中。好，现在我们做这个事情，哎，哪是阴，哪是行，哪是意。好，写完请打一啊。好，都写完了吗？要把它囊括进去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第二步，
结合这图上的象意，好，把它填在这个思维图当中。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价有昂贵价值高的，什么东西昂贵价值高呢？比如说汞，比如金银，比如说什么什么。当然如果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想到了其他的，你也可以填上，是不是？好，先把它迅速的填写在里边。如果你发现有哪些填不进去，你可以先看着，一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不过啊，刚才有同学提的那个问题啊，这个颜色和方位算在哪个类别，就像刚才提到的啊，我们一会儿来提解的。对，方位。你哪个归不进去啊？一会儿你哪个发出来？如果归进去的话，啊，那你就安心了。那么这个象意你就掌握了。好，迅速的归纳啊，归纳完的同学请打一示意一下我啊，同时把你没有归纳进去的请发出来。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景洪说啊，这个酸瘴归纳不进去啊，因为酸瘴在五行当中它是木的属性啊，甲属木，木的这个属性啊，这个味觉五味当中就是酸，所以呢它在人体当中的感觉是不是有酸瘴的感觉啊？那么很多同学问，皮肤清白为什么是甲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皮肤清白是甲？好，从五行当中木的颜色是不是青的，对吧？哎，那么这种青是怎样一种青啊？是白里透着这种青，是不是？哎，所以它兼具木的属性，所以皮肤清白
啊，是甲。啊，稍等一下。有同学说方位啊，东方归不进去啊。这个东方，如果你能够联想到我们的图啊，是不是东？是不是南？能不能由五行啊想到生发春天啊？那么春天在哪一边？春天是不是在东？好，哎，所以从方位来讲啊，甲乙木都是东啊。那么这两个格子是不是属性是属木的？好，现在我们理解了。好，大家看啊，归纳不进去的还有，哎，清洁愉快。我在刚刚学奇门的时候啊，这个清洁浪费是我特别想不通的啊。后来我问师姐啊，我为什么这是浪费？浪费好一点啊，对吧？这个甲都是财主，都是土豪，是不是？啊，都是有名望的人，是吧？有名望的人就爱浪费嘛。好，这能不能理解？啊，这浪费。很奢侈，对吧？哎，爱浪费。那么为什么甲是清洁呢？为什么甲是愉快呢？哎，清洁和愉快，想一下，为什么甲是清洁是愉快？哎，春天是不是生发呀？心情愉快，绿色给人以愉悦感。还有没有？哎，老板都爱干净，非常好。哎，高档的地方就非常干净啊，老板就很爱干净，尤其是办公桌，是吧？你看哪个总裁 CEO 的办公桌是非常非常乱的？哎，有名望的人啊，他们都有很好的生活习惯，都非常爱干净。好，这个理解了啊。有同学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甲还是筋骨强健啊？筋骨强健怎么来的啊？因为甲本身啊有筋骨的含义啊。那么甲和乙来讲，甲是不是阳的，乙是不是阴的？哎，乙是不是柔弱的，给人感觉，对吧？哎，那么甲相对讲是阳刚的啊，所以它就是筋骨强健。好，木主筋呢啊，肝筋这都是木的属性啊，都是含在木的属性当中的。好啊，有同学不了解啊，你看这个表就知道了。五行对照表当中看木，五味是不是酸？五色是不是青？五方是不是冬？五季是不是春？哎，五脏五腑当中它是肝胆，对不对？哎，那么肝是甲还是胆是甲呢？哎，也就是说脏是甲是阳还是腑是阳？哎，甲胆乙肝，对吧？甲胆乙肝丙小肠，是不是？好，从形体来讲啊，是筋。哎，形体来讲是筋，五液是肋啊，大家重，情志是怒啊，这些是都是比较常用的。好，哎，你们都总结完了吗？哎，都把这个象意的图表都囊括进去，都已经整理完毕的，请打一，示意一下我。啊，这节课你一定要自己做，啊，因为你自己做过一遍和只听我讲，你的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只听我讲，你的印象大概是30%左右。如果你跟着我做，啊，跟着我互动，那么从此之后。啊，再碰到甲或者再看到其他一个事物跟甲相关的，你马上就能想到。
有没有把它归纳进去？好，我可以稍微慢一点，等一下大家啊，但是你一定要动手做啊。美味的、真修的，为什么美味真修会是假呢？哎，因为它贵嘛，对吧？因为好的东西往往它很贵嘛，有钱人吃得起的名贵的东西啊，吃的，从吃的角度是真修。吃的不是属木啊。好，我来解释一下。好，有同学问，哎，为什么真修啊是假？因为从含义上，从它的这个含义上来讲，它有贵的含义，是不是？贵的又分为方方面面，比如说从人的角度，是不是贵人？什么叫贵人？领导算不算贵人？哎，有名气的人，有地位的人，是不是贵人？对吧？哎，如果从物的角度，是不是物又分为静物和动物啊？你可以这么，可不可以这么分？动的和静的。好，如果是动物的话，你认为什么样的动物才称得上是贵重的动物呢？稀有的，狮子、熊猫，是不是？如果静物，可不可以联想到古董？是不是金银？是不是？好，动物、静物，那么静物当中是不是还有一只叫做食物啊？食物是不是也属于静物当中的？好，食物当中是不是有真修？是不是有美味的食品？好，能不能理解？这个真修不是因为属，它的属性是木，是因为它含有贵重的含义。哎，它是价值高的含义，食物中的第一，很好。哎，高级的巧克力，对不对？哎，高级的化妆品，是不是？哎，静物当中，高级的衣服，是不是？高级的包包，是不是？昂贵的叉叉叉，对不对？好，能理解了吗？哎，爱马仕香包。好，假还有没有问题？啊，金闸了。哎，首饰，对吧？是不是静物啊？昂贵的东西。好，还有没有问题啊？关于假啊，这个的意象还有没有问题？金闸了就是金戒指的意思，戒指，东北话是吧？好，如果有问题请发出来，没有问题啊请打一，我们就过了啊。大家现在对假有没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呢？小林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戒指为什么不是乙呢？手指上的是吧？啊，属性是金。有同学可能会想到庚辛，是不是？那么庚辛，你看这个辛，从它的样子上来讲，它像一个什么？属性上可以是辛，没错。但是你从它这个样子上来讲，这个辛更像一个什么呀？哎，钻石是不是像也像一把钥匙啊？是不是？钉子是不是？哎，总之是这样一个倒三角似的，
哎，头还没有甲那么大的，对吧？他们两个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好，那为什么戒指不是锌？因为它很贵重嘛，它在金属当中属于贵重的呀。如果是一个铁的戒指呢？啊，如果是你用铁丝弯的一个戒指呢？那它还是假吗？啊，易拉罐的那个拉环呢？它不是假了，对吧？同样都是戒指，但是因为材质的不同啊，塑料戒指，你说是不是假？哎，因为材质的不同啊，所以它不一样。不是所有的戒指啊都是假，你要看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好，大家现在明白了吧？啊，古代塑料，对呀，如果这个塑料戒指啊，在汉朝怎么办？如果是在汉朝的话，那它可能比任何金属的都贵。在古代就是稀有，在古代那就是假了。所以是不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哎，戒指的意义很珍贵。哎，主要是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啊，稀有的啊，高贵的。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我们转到乙。好，没有了是吧？好，我们看乙。根据我们刚才甲的思路，我们现在尝试把乙的关键词啊、嗯、就是这些关键词啊提炼出来，因为我这里我没有做是吧，哎，留给大家做。哎，根据乙的象意，你能够想到什么？可以参照甲的思路，从音形意三个方面去归类。哎，你想想乙谐音能想到什么是吧？哎，从形上你能想到什么？从意上你能想到什么？希望达成怎么理解？就是你心里有这个想法呗，希望它能成功呗，就叫希望达成呗。好，一会儿我们解释一下啊。嗯，你可以思考一下啊，其他同学也可以思考一下。希望达成和乙有什么关系？嗯，小草破土而出。景洪说的是什么意思？衣服啊，依偎、艺术、容易，嗯，这些都是从它的谐音的角度，对不对？可以呀、啊，是不是也是有乙想到的这个意呀、啊？先不要人为的，我们主观的限制住自己的思维，是吧？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只要你由他想到的，你都打出来。啊，不要人为的啊，给自己的思维设限，啊。
好，迅速归纳啊，如果你归纳完了请打一示意一下我们继续啊。可以。好，有同学已经写完了，我们看一看啊。小林说啊，有艺术、柔弱、墙头草、微风拂面啊，确实都和乙有关啊。但是我们发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想到什么就发什么。你首先要不要想一想，那么这艺术是和乙的音、形、意哪一个相关呢？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归类？我们归类的意义是什么？是因为你可以由归类啊想到更多的发散的含义。那如果我们在头脑当中完全都是零散的，比如说乙，我们想到关节，想到龙，想到小树、小草，想到艺术品，那么我们这些象意永远都是记不完的，在我们头脑当中就如同一盘散沙一样。那如果我们的思维是彼此之间富有关联性的，我们由音想到什么，由意想到什么，由形想到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发散出无数的意象，而且这些意象都是牢牢地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好，木木说因有艺术、依赖、依靠、依附。好，我们由这个乙想到了依，是不是凡是具有依赖、依靠、依附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和乙发生关系啊？很好，那么从形状上来讲，你看乙是不是在这里跪着，是不是弯曲啊，是不是柔软啊，是不是委曲求全的样子呀？从意义的角度啊，他说是第二的，因为甲是第一，他是第二，很好，柔软的、舒适的。嗯，轩轩说啊，这个因有一，哎，非常好，想到一啊，中医，因为乙本身就有中医的含义啊，因为乙是这个小草，小草想到草药，那么草药又是中医，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由因直接想到中医也可以。是不是大家发现很多的东西我们不光从一个途径可以想到，从多个途径都可以牵连到，这就是一个啊象意群啊，一个象意群。好，椅子没有问题啊，椅依靠，哎，椅可以想到衣服、容易、义气啊，医疗、艺术、义啊，翅膀、义仪表、飘逸啊，适宜，很好。现在大家的这个思维已经慢慢发散出去了啊。好，容易、艺术、已经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是吧？它这个表是时间的啊，我们把它去掉，已经去掉。形啊是歪曲的，或者叫弯曲的，是转机。你看这个乙像不像一个弯道啊，像不像一条河流，弯弯曲曲的。这就是说到刚才希望达成。好，那么当我们啊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直来直去的，当直来直去行不通的时候，达不成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哎，我直来直去，我发现达不通，我们就要曲线救国，是不是？哎，我们就要有弯曲，积蓄力量。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向别人低头，暂时放下自己的身段，是不是？像不像一个低头弯曲给人弯腰的样子呀？如果己是下跪，是吧？这个乙是不是弯腰？对吧？哎，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是不是？啊，如果你暂时受了委屈，从长远来讲，是不是这个希望可以达成？啊，我们暂时放弃自己的身段，是不是为了长久的目标可以达成？需要转弯，非常好。啊，你思考的时候，你的头脑也需要转弯。好，大家能理解这个希望达成和乙有什么关联了吧？好，再看，因为
这个蚁有小草的含义，所以它引申为草药啊，中医是吧？中医医生啊，因为蚁是柔软的啊，柔顺的，依附的，它是阴性的，是不是有女人妻子的意思啊？由于蚁它谐音是异啊，异人，异人当中画家算不算异人呢？作家算不算异人呢？那艺人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么如果我们从艺人的角度，我们从艺术的角度再细分的话，那么这个艺是不是还可以往下分为视觉艺术？还有什么？如果我说了一个视觉艺术，那你们还能够想到什么？形体艺术。形体艺术算不算你看的？算不算视觉艺术当中的？听觉艺术是吧？行为艺术是不是算形体艺术当中的？它是用身体来表述是吧？行为艺术还能够听到，还能够发散出什么来？感觉是吧？哎，有没有一种感觉艺术？我通过用手去触摸，去感知，哎，来感受这种艺术的。动画片，动画片属于综合艺术，对不对？戏剧属不属于综合艺术啊？电影对吧？它是集视听，哎，结合的，视听艺术，综合艺术。好，那么我们运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去理解相依，它的强大之处就在这里。当你由一个相依，从它的不同的角度去想的时候，比如说我由艺术，啊，想到了视觉艺术，那么我马上就可以散发出听觉艺术，它是不是还有感觉艺术？是不是还有综合艺术？那么如果我从视觉艺术当中啊发散出，怎么总是跑呢？发散出这个行为艺术，那我们还这个形体艺术，我们还能发散出什么艺术呢？还能有什么艺术？行为、形体啊，形体艺术是不是看到？除了形体艺术，还能看到什么？好，绘画属不属于视觉艺术？好，大家能跟上吗？我看现在回应同学很少，能不能跟上？我们又能够想到绘画艺术，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哎，音乐是吧？啊，这个时候，哎，你起了一个局，是吧？你这个事主的宫位当中有乙，是吧？哎，然后又有柱，哎，又有井。还临了一个直符，下边先不写了啊，先给大家这几个已知条件，你觉得他有可能是什么职业？有名的画家，墙面绘画师，啊，发型设计师。搞绘画的，搞艺术的，肯定是搞艺术的，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园林设计很好，哎，有柱子，有景观，是吧？又是艺术，我们不用讲，没有关系啊。有名的书法家，园艺师。女艺人，哎，建筑设计师是不是？好，哪怕我们没有学过啊，这个星和门，我们看到这个柱子，看到这个景观，又和艺术啊高档的联系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来？啊，当然，这个柱和景门，如果大家学习之后，它还有声音的意思，
哎，台柱子是吧？哎，很好，它还有声音的意思。哎，你就可以断它啊，是一个首席景观设计师，或者是一个首席女高音歌唱家啊，或者首席啊歌剧演员，是不是？因为它都有声音的意思。好，大家能理解了吗？排林直府是吧？好，大家啊，思维要发散啊，要发散。好，我们接着再看啊，我们一个一个看看你们都把它归在哪些特征当中。好，那么画师和作家都是艺术啊，都是艺人。那么弯啊，是从他的哪个方面来讲的？音形意哪个方面？是不是他的形？好，那么微驼身是不是包含在弯当中？还有哪些是弯的？我们找一找，肠子是不是弯的？头发是不是弯的？刚才甲是不是也有头发？好，神经是不是弯弯曲曲的？淋巴、输卵管、输精管、阴道、阴茎、血管是不是？哎，手足、关节是不是都是弯曲的？腿、臂、颈是不是都是弯的？好，天鹅是不是弯的？蛇是不是弯的？蚯蚓，对吧？哎，海参、海肠、龙、蚕，是不是都是弯的？哎，中草药、花草是不是阴木特征？脊柱也是弯的。哎，藤蔓类的植物啊，藤蔓类的植物是不是取它依附的特点？它要依靠其他的东西来生长，爬山虎是不是？牵牛花是不是？哎，丁丁可以是弯的啊，能屈能伸嘛，大丈夫，所以它是乙啊，对不对？好。哎，你看漂亮的雕梁画柱啊，美丽的艺术品是不是都是和艺术相关？哎，木雕是不是艺术？油画是不是艺术？装饰性强的是不是艺术？啊，谁的指硬不软？啊，指硬不软啊也不行，是不是？啊，希望无法达成。对不对啊？它终究会有阻碍，是吧？所以我们要曲线救国，该硬的时候。好了，不往下说了。好，漂亮的房间是不是？好，艺术馆、美容院啊，漂亮的建筑物是不是都是和艺术相关的啊？漂亮相关的。好，那么再看东方，现在理解了吧？因为甲乙全都是方位在东方。哎，办公桌为什么会是乙呢？哎，和美和相关的都是和乙有关，很好。办公桌为什么会是乙？首先从办公桌的材质来讲，它是什么？哎，首先它是木做的，对吧？哎，一般的办公桌，它是不是啊？富有艺术性啊，哎，弯曲啊，一块一块拼接起来，啊，家具啊，包括椅子啊、藤椅啊，哎，床啊，办公桌呀，啊，像这些东西啊，都是椅，哎，都是椅。哎，办公啊，办公每天都在想希望啊，你的希望是什么？能多赚一些，是不是？哎，不是木质的办公桌，比如说床呢，那你加一个呗。哎，椅加更，是不是？如果你是特别大的那个监狱的那种床呢，不是椅加更吗？是吧？如果你是特别漂亮的那种床呢，啊，公主床呢，是不是？那不就是椅加锌吗？都是金属的。
炕啊，宜家物，你是那种土炕吗？浴缸宜家鬼啊，是有水的还是没水的浴缸？是洗完的还是洗之后的浴缸？对吧？是牛奶浴还是红酒浴？啊，牛奶浴是吧？好，大家明白了吗？好，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个乙这个象意当中还有没有你觉得无法归纳进去的呢？在归纳的时候你遇到了阻碍，遇到了问题，并且希望达成，那你就抓紧时间发出来。哎，月亮很好，善人忧郁，葫芦啊，骨质疏松。好，我们一个一个看啊。好，首先月亮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呀？嗯，很好，它相对于太阳而言的，它富有女性的一个特征，是不是？哎，所以如果甲是最尊贵的，是太阳的话，那么乙那是不是就是月亮啊？而且我们常常说啊，这个女人啊温柔起来啊，就好像月亮一样，富有母性的特点。嗯，怎么总是跑呢？好，为什么乙是善人呢？善人怎么来的？嗯，太阳可以是丙火，太阳可以是丙火。哎，女汉子是满月，委曲求全，是不是？不，善人不一定是委曲求全啊，但是善人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给一种和善的，给人一种柔顺的感觉，是不是？哎，包括忧郁，是不是女人爱忧郁啊？从情感上来讲，那么善人本身又有非常仁慈的特点。有同学说自私，自私是不是也是很多女性的特点啊？尤其是在情感上，是不是都是自私的？尤其对于爱情，是不是都是自私的啊？这种内心的小自私。能屈能伸的善人，对吧？好，骨质疏松，为什么骨质疏松是乙呢？为什么骨质疏松是乙呢？哎，因为骨头软了嘛，软下来了，不结实嘛。哎，一折一断，是吧？好，团仔说啊，窗户一般用丙吧？啊，难道因为看到了窗外，就是看到希望，就比较牵强啊？但是如果做工精细的话，可以理解。但是，一般普遍是一般性的窗户啊？难道因为窗帘想到了窗吗？所以你要看你的窗户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的窗户非常漂亮，富有艺术性啊。它是这种漂亮的雕梁画柱的这个窗框的话啊，那么它可以是乙啊，对吧？但是如果你看到窗外的风景，是不是啊？从风景的角度来看，是吧？哎，非常漂亮的，有这种景观啊，这个景门有火的含义啊，那么它当然可以是丙啊。啊，你说如果是带窗帘的窗户呢？带窗帘的窗户，这个窗帘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漂亮啊，哎，这个窗户也做得非常的精致，那么它自然是乙啊。你要看是什么样的窗户，哎，欧式的，哎，有窗帘飘动的时候又想到了人和鬼，很好。
哎，窗帘飘动的时候，如果有风把窗帘吹起来，这个时候映出来的像是不是人和鬼？啊，流动的，对吧？啊，但是没有风它就不是。所以你看，是不是事物在不同的条件下，在不同的状态当中呈现出来的意象完全都是不同的？好，能不能跟上？能跟上打一。啊，你说有点快啊，打二，我看一看。好，很好。对，看你侧重要看哪一个方面，看事主问的是哪一个方面，看你选用神的时候，这个物体的状态是怎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刚刚接触啊，断的局还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选择那些我们最常用的。虽然我们刚才发散了很多，但是具体断局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往往用到的乙啊，就是哎老师给标出啊画红的这几种。但是当你知道了这个乙的本意的时候，你不管怎么发散啊，你都能够围绕着这些概念核心概念去发散，那你是不会跑偏的。对啊，师兄说的很对啊，现在是单一来说，但是具体情况你要结合宫位，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一样，是否有三个信息点共同啊映在了一个象上，两个或三个。如果是三个，老师说哎你就可以去下断言了。如果是两个的话，哎都应了这个象，你是不是可以试探的问一下呀？现在我们只是从一个这个象意的角度啊去发散。好，我们看一看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啊在思考的时候参照一下这个五行对照表啊，因为十天干对